第一款打底产品呢是 Anna Shea 的妆前乳，它好像奶冻一样，补水深度呢可想而知。我对这一款奶冻呢更惊讶的其实是它的提亮程度和它可以单独使用，盖个蜜粉那就可以出门了。不过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呢是几个打造婴儿肌零毛孔的步骤，所以接下来配合在一起的几个产品简直可以说是完美的搭配。好的，下一步我用的是 Point Joe 的轻肌水凝粉饼。气垫呢其实我用过很多，但这款气垫的触感真的很好。后来我查了一下资料才发现，原来 80% 的水润度，还有玻尿酸和橙花精华，难怪保湿力这么的强。遮瑕方面呢，我用的是一个携带很方便的提亮笔。然后今天的大重点要来了，就是这次 Point 就非常有创意，因为他们找来了哆啦 A 梦联名。其实我感觉这个品牌好像很喜欢用猫咪的元素，你看我现在的背景板也是猫猫的，还是只波斯猫。这个布景板其实大有来头，它可是走过今年格莱美红毯的其中一个布景板，这样我算不算跟格莱美得主者同台了呢？说回这个哆啦 A 梦的粉饼吧，其实我有一点不忍心要用这块粉饼，因为真的是太可爱了。但我第一次用在脸上的时候真的是无敌惊讶，因为我没想到这么可爱的粉饼明明可以靠颜值，偏偏要靠实力。它的遮毛孔能力真的是超强，瞬间成为我今年初春首推的爱用品。那这次哆啦 A 梦的限量版呢还有猫咪的唇膏在里面，但今天因为我们的主题是这个电音的人鱼妆，所以呢在配色方面的原因，所以下次再给大家试色。那还有这次限量版里面呢这个化妆包是丝绸面料的，而且上面也是好多的哆啦 A 梦。那大家呢在去电音节的路上，如果在行李箱放一个这个，可以省掉很多位置。在画完这几个步骤，基本上底妆就完成了，你现在已经是拥有婴儿肌的肌肤了。那接下来是画眉毛，今天顺着我自己的眉形画，但颜色呢稍微比较深，因为今天的眼妆比较有特色，需要一个深色的眉毛来搭配。然后再来个打底猪肝色的膏状腮红，轻轻画在脸上和唇上，用海绵铺把它轻轻拍开就好了。现在眼妆部分开始咯，找了好久的一个打底色 VDL 的百搭暖橘色，这个打底色我个人认为还不错，在搭配其他颜色上面的话就是很有层次感。然后双眼皮胶上场了，它里面呢有一个自带的胶水，型号的话呢选择适合你自己眼睛大小的就可以了，我选的应该是 M 号的。我喜欢呢把胶水直接涂在这个贴片上面，盖在原有的双眼皮上，然后用回刚刚打底色盖在蕾丝上面，这样的话呢近距离看也看不见你的双眼皮贴痕迹了。由于今天我要画一个电音人鱼妆，感觉很高级，所以呢我要找来了这盒眼影跟美人鱼幻彩眼影液。这盒眼影呢我真的蛮喜欢的，显色度很强，也不太飘粉，用黄色画在眼盖上，然后范围呢比刚刚的橘色里面一点点，这样子可以创造层次。然后再拿出美人鱼眼影子，由于它的显色度真的很强很强，所以我建议大家要先画在手上，然后继而按照自己的使用量来画在眼尾部分。那然后呢再用另外一个颜色是美人鱼眼影粉，然后呢涂在眼头眼角的部分。今天的选择几个产品都有防水不脱妆的功能，因为我相信你们在电音节里面肯定是不会说带很多化妆品来补妆的，所以不脱妆跟防水防汗呢、绝对是今天主题的一个基本要求。然而这些液态的眼影啊跟刚刚的那些底妆都是非常防水的，而且它还可以随着不同的光线折射，那电音节里面的五颜六色的光啊就可以反射到你的眼皮上面了，让人家看到一只不可忽视的美人鱼。然后我会用 Anna Shea 的蓝色眼线笔勾画一下眼尾，还有美少女水星假睫毛，我感觉我要变身了。今天真的是一个充满着少女童年心的一个妆容啊。佩戴好假睫毛之后呢，用黑色的眼影笔在蓝色基础上再勾画一个微微上翘的眼线。
其实现在很多品牌的设计者都真的是绞尽脑汁的来迎合女生们的需要，像这款腮红，它的配色方案就是给你按照它的设计印在脸上的，然后涂上哑光色的唇釉。然后选唇釉的时候啊，尽量选一些密度比较高的唇釉，像这一款呢就是有这个特点。因为如果密度不够高的话呢，那唇釉涂在嘴巴上会一块一块，就是看起来不均匀。然后最后呢，是今天人鱼妆的一个设计重点，那就是涂上 bling bling 的东西。那这个 bling bling 的话，你可以我给你们分享几个照片，然后你可以就是配合你当天穿的衣服，然后自己做点设计。那我今天贴的是很简单，只是一点点的，只是教大家怎么样贴在脸上，就是用刚刚的那个双眼皮胶水，因为它是透明的，先涂在你的肌肤上，然后呢再把这个 bling bling 用手指或者是刷子啊、棉签都可以，然后印在你需要的部位，这样我们的妆容就完成了。那现在带你去看一下成品作 Let's go。 我的眼皮跳一下代表你在想我，我的耳朵痒一下代表你在讲我坏话，我没这么不好吧，不用